to invite Lian Li to share with us her thoughts on the anti-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. I 我參加了香港 6月 9號的大遊行， 亦都是 去過6月12的金鐘的現場。 很可惜 我改不到機票， 我不可以參加到 616的大遊行。 但是我很多謝你們， 讓我們可以跟香港人一起在這裡 6月16 我們一起跟香港人， 我們沒有離開過。 因為有年輕人血肉之軀，是這樣，晚上就已經去留守了。好像我們這些這樣根本沒有可能通宵達旦這樣去留守，但就是真的靠年輕人，他們守住了立法局的門口。
佢哋啲入法議員先入唔到去。到第二日發生咩事，大家知道喺裏邊有好多嘅有好多嘅牧師帶住基督徒嘅年青人，佢哋喺嗰度通宵達旦嘅唱住聖詩嚟到係為香港係守護，但係啲牧師親身出嚟見證，警察係完全冇警號之下，冇舉旗，冇規冇矩之下，就向香港嘅年青人，向香港嘅示威群眾係投射呢一個催淚彈，甚至乎梁振英都唔敢用嘅橡膠子彈同埋布袋彈，佢都用上咗，係冇警號之下。但係跟住嚟嘅記者會，佢哋就話香港嘅年青人係暴徒，香港嘅年青人。不是暴徒，香港的政府是暴政，我們那位姓梁的義士，他們為我們留下幾句說話，第一句就是要撤回送中條例，最後尾那句是要林鄭月娥下台，但中間那兩句，中間那兩句清清楚楚，大家要記住，香港我們不是暴亂，香港人不是暴徒。第二句就是怎樣啊？要即刻釋放學生和傷者。為什麼六四的 口號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熟悉啊？我們要釋放學生和傷者，因為這些學生傷者如果他不釋放的話，就會是下一輪的政治犯，所以我們要釋放學生和傷者。釋放學生和傷者。那天通宵達旦，他們唱著聖詩來到保衛香港，到第二天就是這樣被警察來到鎮壓，到夜晚已經鎮壓完了，我九點幾、十點的時候，在金鐘仍然都還有大批的學生在那裡留守，中間有不少也都是高中生。我想給大家有一個的場面，有一個童話，就是我入到去中間的時候，他們送口罩給我，他們給水給我，我爬不過啲欄杆去扶我過去。這些咁樣嘅學生，這些咁嘅年青人去哪裡找？我們要保護學生，保護年青人，保護學生，保護年青人，保護學生，保護年青人。有一個高中生，他在那個石博上面，他們要向那些群眾說什麼？他說如果陣間有催淚彈的時候，你們要怎樣準備啊？你們要怎樣要戴口罩，你要怎樣走法，那些味道會是怎樣的，那些皮膚會是怎樣的，但你們不用怕，我們在這裡跟你們在一起，我們要繼續留守。這些學生去哪裡找啊？保護香港的學生，保護香港年輕人，保護香港的學生，保護香港年輕人。最後我想跟你們說，你們不要覺得我們這裡是微不足道，他們知道了的，他們清楚，他們明白，他們需要我們，我們在這裡每一個的人，我們所發的力量，我們對香港都是有作用的，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撐香港，撐香港，撐香港，我們再說後撐香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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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送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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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護年青人，守護年青人，人人有責，人人有責，守護年青人。